刚刚四个灵魂，然后这里右边这个也是四个灵魂。你刚说哪里有生命可以吃？我很需要很多很多生命。空洞树林，风之山谷。这地图很大哎，手比个。这个地面看上去不稳定。他讲这个看上去不稳定，是叫我踩踩看吗？啊！他怎么又爬起来了？原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他叫我下去吗？打不破哎、欸，那我这个可以踩吗？这我伤害太低了，我可以来捡前面看到的这个。哇，一百，梦哦！建立一个灵魂连接，跳跳跳跳跳。哎呦，没有跳好。这边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也是刚刚打不破的那个。这个降下来了，所以我就可以从这里上去了。如果它都是比较像是那种都是解谜的话，我就会卡猛一点，富含操作的游戏。稍显困难，增强灵人之火的力量。感觉就要往这边点呢、欸，先把经验值加倍点出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。它怎么会动啊？哎呀，他怎么会动啊？你怎么还有两只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只啊？你别开玩笑啊，大大！差点就死掉了。我从上面打不到他，然后他给我在那边。
这里上不去，主要从下面过。哇，这个我过不去啊！哦，那里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还有一个可以吃的东西。拜托，我这边观众。什么不好，就是人最好了。啊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Make a what boom? How to make a boom? 上不去啊，所以我现在是不用管这个，是不是？各种练等。哦，我又得到，我又升级了。哎，这里好好练哦！那我现在过不去这边的话，我就要回去了嘛。大家反正不要剧透，然后如果看到我有点卡关的，可以帮我提示一下，我会很感激的。再继续点这个，我想要点这个。从这里下去好了，这边左边还没有去过。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那里的。按下 X 可以吸收光芒。充能烈焰，哦，就是这个，你们在讲就是这个，所以我现在这样，砰 ，OK，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去这个，然后这种也可以打穿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打穿。这个也可以打穿，嘣 ，nice， 所以这个也可以打掉，这还是打不掉啊！最下面那一排会点满。靠，用掉一个能量。老师嘞，
我现在也只能累积两个能量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的能量球最多就两颗。哦，看看上面有什么挖矿？我哪个大的没拿？你说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我现在上不去啊。你说这个嘛，这个我现在上不去，是吧？我现在上不去吧？这里也有东西可以拿，可是我现在上不去。跳不上去。妈，它在动。上面那个也可以开欸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能量。别弄得歪七扭八，很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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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那边有什么？哦，就是你的。操嘞，超远的！那为什么不让我这个无时无刻都可以存档啊？不要用那个好不好？要是一直存好不好？那就不让我无时无刻存档呢？捡到能力不会消失。都很难跳欸。我现在有，我把它炸下去之后，那边要干嘛？那边是掉下去的地方啊，好像。我先拿到上线才可以开这些门嘛，所以
知道。请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建立灵魂连接。这里安全吗？啊，钻，捡到一颗，我多一颗灵魂连接了。别，玩多剑了。哈，感恩。是啊，sorry。好呗，顾着跟记者讲话，死翘翘了。感觉这个踩进去就会死掉。在玩小游戏，这个叫做啊，叫做圣灵之光。对啊。啊！你把门关，Nice。哦，这个可以弹。哎呦，想阴我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它右边有路，可是我过不去。那我是他们那个工商的娃娃。左边有什么？边哦，左边那里有血可以吃，但是我吃不到。我最多就跳到这么高哎。哦，耶，这是什么？它会喷奇怪的东西。No。哎呦！这里面感觉有东西，哎，上不去。
唱歌党。身为一个好小孩，就是要随时做好存档的准备。这蛮好玩的，可是只是会有点累。哦，哎呦，什么东西一直打我？啊！哦，我知道他的攻击模式了。哎呦，又是这个。怎么对格一下？哦，又被烧了。这里又要引怪来炸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上面有那种怪吗？这不是用这个炸的吗？哎！哇！任务前我没办法过，好，你打我，你这个垃圾。我决定不截这里了，往右边走好了。红火掰，哦，他打我一下12滴耶，好痛哦。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往那个蜘蛛。你看这个好可好恶心哦！我攻击力其实好像可以稍微点一下，让我的攻击力变强一点。哪里的地图是哦？小事，将它带回地图时，这个就是地图时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魔力我拿不到。啊！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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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有一颗血，然后有一颗魔力，我现在都拿不到。那下一步如果有什么忘记的地方漏掉的，可以帮忙提醒一下。我被很感谢机 ，nice， 这样我就会把这边的地图长起来，是不是？
这个我可以炸吗？哦，又升级了。哎，这个要2点能量，靠北。那我先点一点精灵之火力量好了。这样我打怪应该比较痛。 这里这样上得去吗？好像上不去。哇，我跳不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跳不上去。往右边走，荆棘沼泽。我打他一下变三 D 了，好猛。 那就打两下等于原本打三下，各种放风筝呢，这 AD carry 玩的不错。又是这个，先存档。 推这个，差点 PB 被戳到。请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灵魂连接，你也知道这里不安全。按下 X 可以唤醒这口井。 哎呦喂啊，没事，小事。哎，事情大条了。你他妈的！哎，那里跳不上去。这个跳不上去。等一下哦，不太对哦。 哎呦！我可以把我的那个石头拿来这里踩上去吗？是不是可以啊？操！靠北嘞！ 不行，只能卡在这里。其他人却放弃了，投向黑暗与恐惧，就是一直看着我的那个蜘蛛精。
它是古门，拿回水之勇。所以我把按下 X 可以请听塞安。按错了，没有水之勇就没有办法到达银之树。